大家好，这是我们台中市政府第一次举办的官方无人机要升空表演，就是要为我们首届台中官方购物节揭开序幕。我们的购物节从七月十号到八月十八号，庆祝台中首次官方购物节的揭幕。我们全台中 on sale 拼经济，大家一起来。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意向，主要的画面就是关于台中购物节当中拎着购物袋的女孩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再一次给予热烈掌声好吗？因为无人机的变化不是瞬间，它必须要飞行的速度。这
次的抽奖，这个轮盘就象征着奖盘，到底奖落谁家？当然买越多奖越多。画面